们一二级的学弟学妹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复旦优频电视台新生导航系列节目之复旦欢迎你。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兴奋之余，是不是对即将来临的大学生活有些困惑和疑问呢？那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提前体验美好的复旦之旅吧。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位于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临近杨浦区中心五角场商业圈，交通快捷，食宿便利。2012级新生将于9月2号来到复旦。如果你是在报到前一天和报到当天乘火车到达上海的话，将会有复旦的学长学姐前去接站。如果不是当天到达，或者你是飞到上海的话，则可直接乘地铁10号线到江湾体育场站下车，从1或2号口出，向西走，沿着正通路到达国定路东区宿舍，直走就是本部啦。另外，乘公交可到达复旦正门。或者更简单的方法是朝着光华楼一直走，就一定能走到学校哦。新生需要提前抵沪，特别是外地同学还可以顺便携带家人朋友来江浙沪游玩，学校周边有各类酒店可供大家选择。复旦周边的住宿非常方便，各个层次的宾馆旅社一定可以满足大家的不同需求。皇冠假日酒店，它以高档次高规格著称，青云宾馆，这是唯一一个位于校区内部的宾馆。燕园宾馆位于东区背后正通路上，相对僻静。复旦招待所位于文科图书馆旁边，离南区较近，是一个物美价廉的好选择。复轩酒店下属于复旦新闻学院。另外，对于追求实惠的同学来说，还可以选择汉庭、如家、布丁等快捷连锁酒店。现在就要正式为大家介绍复旦的校区啦。复旦的校区一共分为四个部分：邯郸校区、张江校区、枫林校区。和江湾校区。大一一年大家主要会在邯郸校区度过。好了，现在您对复旦是不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还会为初入校园的你详细的介绍宿舍内部的情况和学区周边的生活设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